我好想吃啦！好想吃了吗？嗯，好的，马上，很快了。今天买了一下前腿肉，非常的新鲜。买了一下这个大虾，我已经提前拔掉这个喉了。我用这个大虾跟这个前腿肉做非常好吃有营养的美食。下面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哈。把这个肉切成片，然后再剁成馅，剁成肉馅。把我的虾一起倒下来，把它切碎，像这样就可以了，剁成泥就可以。如果不喜欢吃虾的，不用虾也可以，就瘦肉也可以，这个依你个人喜欢，你自己的口味。把这个剁好的馅调一下料，放点盐，提前泡好的葱姜水倒下去，增香去腥，锁住这个猪肉的水分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，点个赞鼓励一下吧。你也可以点击我的头像翻看以前的视频。然后呢，淀粉，放点白菜，这个是香菇碎、红萝卜碎，这薏米也切碎了，小孩子吃更好吃。放点这个上次自己做的这个鸡粉，放点蚝油，一勺生抽，把它升一个方向拌匀，然后放点胡椒粉，放点香油，让这个猪肉锁住水分，要更嫩滑，放点葱花更香，没有葱花就没有灵魂了，这个馅就要有葱花。好了，放一放备用。把这个大白菜洗干净，掰下来一片一片洗干净，锅里烧水，把这个红萝卜放下去焯水，这个白菜，大白菜叶，把它焯一下水。好了，这个叶子软了就可以，不要煮得太烂，把它捞上来。这焯水的焯叶子，这馅舀到这里。特别的简单。这样就可以，然后浇上蛋液，上锅蒸，锅里放水烧开，然后下去，盖起盖子，蒸15分钟，酥了，哇，好香啊！放点蒜末，把它煎出香香香味，配菜炒一下，这个玉米。豌豆、红萝卜、香菇碎，然后放点清水，调下料，放点盐，这个自己做的鸡粉，放一点更香，加点这个水淀粉、生抽，倒下去勾芡，把它煮浓稠一点。好了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盛上来，把这个料汁浇上去，好香啊！放一点葱花点缀，白菜包虾法做好了，鲜香美味，牛嫩多汁，又荤素搭配，营养丰富。这种做法没有人不喜欢吃，特别是小孩子，大人小孩都喜欢吃。这种做法你学会了吗？不会多看几遍视频啊，关注我，为你更新更多家常美食。